小条河，我去洗个手，走。小姐，你慢点。이석군은어땠는데고고고개던데요왜你看那儿，真美。哎，小姐，我说有蛇吗，哥？炸啥呀？我不是怕出事儿吗？不，毕竟哥。小姐，现在快跑！跑啊，小姐！兄弟，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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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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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哎，兄弟，还给兄弟，小姐，小姐，都没事吧？没事，上上面躲他们。让你跑！天主哥，天主哥，让你欺负我哥，哥，天主哥，哎，把他放下来，天主哥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说。我的妈呀！吓死我了！天柱哥，快上来！上来！快上来呀！快呀！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这是一堆儿。冻坏了吧？这有衣服，哎，披上，来，拿开！你干啥？我就是冻死，也不穿重装衣裳。哥，说不明白了，这么多家伙和炸雷。亲娘，这回发财了！你看看这帮杂碎啊，吃的好啊，穿的好。二贵啊，咱们还都拉回去，别走！不行，这马车是日本人马车，
目标太大太明显了，这拉着走，这一路上不定发生什么事儿。那怎么着，还得便宜这帮畜生啊，给他们留下来。咱吃不上啊，也不让他们吃，我一会儿把这些啊都给他推河里去，那两匹马我给他宰了啊，晚上咱们吃马肉。不行，太瞎了。这样，家务事咱们拿走，这些粮食、衣裳，给柳树村那帮乡亲们送去。你把他俩送回去。我和你一块儿去。你就别跟着添乱了，行吗？再说了，晚上也没地儿睡。哥，要么让大兴哥送他们吧。咱俩去送粮食。可去，吃的给你留着。走好姐。那，你小心点啊。金娃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哟，三叔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早上一大早出门就看着一大堆的东西。这啥东西？这还有大米的。这是大米啊，好东西啊。这样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找村长。行，千万别让别人动啊。哦，行行行。给。这真是菩萨下界，给咱们送了这么好的大米。哎呀，小鬼子祸害咱，老天爷都发怒了。还有医生帮咱们来了。谢谢啊，拿着啊，哎，给，拿好啊，给，这怎么好啊？这么好的衣服。Oh,